我现在要把糕喝完。今天是难得的休息日，我要跟我老公待会儿出去吃饭。咨询内调的、变美的集美们，点头像看主页哈，主页上面有。出去吃饭一定要把糕在家提前喝完，每天坚持内调就会越来越美。能不能正常点走路？哎呦，跟个章鱼一样你走路。哦，外面好冷啊！我已经很久没有白天出过门了。我出门的话，外面就套个这种很宽松的白色羽绒服。现在去吃饭喽。底下配了这双鞋，看到我的红袜子没？红袜子就是喜庆，今天要穿个红袜子。噔噔噔噔噔，走了走了走了。今天来吃这个安达火锅，两位，找位子。现在开始点菜，调调料，豪赌火锅。点它这个汤，这个汤特别鲜，猪肚，烫一个毛肚，这个只要烫15秒就可以了，放进我的蘸料里面，这是个毛肚。特别嫩，烫一个羊肉。这个羊肉，它是现片的烤鸭，刚片好的烤鸭，还有一个烤鸭，加个甜甜酱，红巴丝，特别好吃。吃一个小酥肉，他们家盘子好大，特别酥，但没有海底捞好吃。哎，酥肉你吃过了吗？看吧，就这么几个。酥肉蘸一个甜面酱，谢谢。啊，够了够了，哎，都是毛肚。我这次调的料真绝了，再来个烤鸭，来一个生菜包。啊，吃两个丸子，中午吃的比较多，所以吃两颗丸子，先把丸子吃掉，休息一会儿，待会儿带我出去玩一下。今天中午吃多了，好撑啊，就人吃饱就感觉想睡觉，昏昏沉沉的。吃完丸子我睡一会儿。